这是我爸妈的衣服，你们要好好穿着哦。再素点啊，夏日宁，你这也太对付了吧！三更半夜的，你还想吃什么呀？我晚上就吃这个。怎么样？还行。怎么能上？哎，不过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呀？哥哥，给你吃。给我啊？炒鸡蛋？炒鹅蛋。炒鹅蛋？就你们家那鹅子后代啊？卧槽，那必须吃啊！卧槽是什么意思？当着小孩面说脏话，教会小孩啊！这个卧呀，就是躺；这个槽啊，就是饭碗。哥哥的意思是呢，是哥哥想躺着把这个鹅蛋给吃了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上学了吗？我叫严小豆。严小豆？谁给你起的名字呀？这么随意？你怎么叫严大豆啊？我取的。怎么了？豆色呀，也是颜色的古称。比如豆绿啊，是浅黄绿色；豆青啊，就是浅青绿色。怎么样，记住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什么问题。叔叔，将来我也要卧槽。严爸，严爸，这是你教的。有话好好说。我打了耳朵！你别动！这是有话好好说。你下来啊！你下来！小豆，小豆，将来长大一定不要说脏话，一定要杜绝，知道吗？严爸，要不然就是他这样，听到了没有？严爸，你有话好好说。水怎么这么凉啊？怎么没有热水啊？那个热水器是小容量的，一次只够洗5分钟，你抓紧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夏仁英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知道你那么磨叽？别喊了，再喊我把鹅弄出来咬你。